球草莓冰淇淋放进的是可颂，把可颂当甜筒，放上饼干、起司条。冰品要走高颜值，热销的是这款芒果可颂冰，酸甜芒果冰淇淋加上酥脆可颂，夏天最热销。可颂冰淇淋一天限量30个，每天2小时就卖光。我觉得可颂真的是太惊艳了，就是我没有想过说可颂上面装冰淇淋，就是会是这样的滋味的结合。然后而且它弄得非常的漂亮，它真的整个很漂亮，然后就还蛮好拍，所以很适合就是网美来打卡。可颂当基底，复杂的是烤的功力。一个可颂从面团到成品得花上3天时间，还有隐藏版吃法，冰淇淋吃到最后压进可颂里，可以当面包吃，双重口感。面包本身就是酥酥脆脆的，对，然后再加配上冰淇淋的话，其实真的蛮搭的。网美冰品边吃边拍照，一样走打卡系的还有这款粉嫩色系双麒麟甜筒，冰上插着蓝绿色的贝壳，还有这块紫色的鱼尾巴，造型特殊讨喜，这是美人鱼冰淇淋。还有这款鲷鱼烧冰淇淋，张着大大的嘴巴，里头夹着双麒麟，黑色鲷鱼配上粉嫩色系，温度组合是关键，趁热夏日新宠。冰品 PK 不只要比口味，还要比吸睛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